的艺术水阁好，阁请解说两句我予你做参考。解说解说，解文说字，讲道教说道教，阁请今日来招你听一条歌词。这条歌是宝岛的低音歌王郭金发老师目前所在，伊一生上界尾一条作曲的作品。咱歌词内底见面是写讲，道教无处要背向何方，故乡的路愈背愈远，只有白云伴阮黄昏，树叶做枕头，树歪准眠床，道教飞过春天秋分，乌干霜冻，路也遮长，离开往事留落伤痕。我若无讲，你嘛卖问。道教啊，道教！郭金发老师伫咧2016年十月不幸来离开去。啊，伊人生上到尾站的时阵，啊，一直想要发表新作品，伊就甲身躯边所有只会靠交陪的人讲：“你若有写歌词，摕来，我甲你作曲。”其中这条道教也是相共，讲道教的歌词。见面讲道教无处要背向何方，故乡的路愈背愈远。国情所在，作词的人，伊就是要将道教这个过程描写对黄昏的故乡迄条歌一种的尊敬的心意。咱知影讲黄昏的故乡，就是文戏所主唱，秋人作词，秋戏就是文戏笔名，这咱也讲过啊。伊敢毋是讲叫着我，叫着我，黄昏的故乡不是咧叫我，叫我是流浪的人。无处的道教，唔只歌词讲道教故乡的路愈背愈远，啊，只有树叶做枕头，树歪准眠床。道教也表示讲心内有叮叮塔塔的心事，唔只讲离开故乡，离开往事，留落伤痕。我若无讲，你嘛卖问。郭金发老师写落这条歌了后，结果经过一两个月，当予人真意外来离开去，落尾。新闻报纸也发表，也卖出来，讲这条歌，这条郭金发老师用心作曲的歌，虽然无正式发表，不过也有亲笔字，伊写落曲谱，写落伊谱曲的曲谱，是咱今日来听，来听道教的过程，后咱真正流乱。过来下半段的歌词讲，听我的歌声，唔免同情阮，道教配红红是有缘无分，看我的形影，唔免心羡阮，正风也着飞。会好嘛，未杂种。一人一款命，有心拍照，照会正装。人情冷暖，一句感恩。你看天边已经拍浮光，是啦。飞啊飞，道教沿路行，沿路看。世间的光景，虽然有人听到道教的歌声真哀怨，道教也讲唔免同情阮。啊、有人欣赏讲道教咧飞形影真正水，伊也讲正风也着飞，实在我的心里你唔知，会好也未杂种。总共千言万语是一人有一款命，人情冷暖一句感恩。虽然飞啊飞这条歌，最后也是留了一点的希望。道教甲咱提醒讲，你看天边已经拍浮光。